虽然我拿得很辛苦，我这个大招必须开啊，不开的话怕被抢了。我这波没有大，我不建议打，让我发育一下，兄弟，等我，别慌，继续清，技能拿着甩，猴子在下路，我把中路兵线先带了再说，打中路一定要带线 ，OK， 这一波我往这里一卡，我能杀他吗？我卡完伤害不是很够，他中路过不来，过不来塔就丢了，对不对？开大加速了。吹起一技能，噔噔噔噔噔，不敢追了，尽力了，是不是？死、啊！你看到没？就这么自信呢？大招一开，小加速，这个小短腿跑起来，这不就有了吗？他敢过来？过来是不是？哎、啊，举高高，哎，没有打到，哎、啊，举到了啊，抱歉，刚才没看到。好，一技能继续消耗，他很烦、啊，这打得了？我把回响之杖一做，面具一做，帽子一做，大招啊，一技能实力秒 C 位啊！好，恭喜这个同学，恭喜你！嗯哼，嗯哼哼、嗯、，Let's go！ 我觉得这一波他死了呀！开大加速，一技能再见，是不是？直接打他，大招起飞我，我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痛痛！没事儿，继续补兵，回响之杖有了。跑得 更加欢乐了，好吗？把面具一做，直接起飞，往这边看，别急。嗯哼，上路可以杀，可以杀，马上他顶一手是吧？我直接预判起飞，哎哎，闪现有点东西，还是不慌。塔在打我，我吃药，把这个塔强行拿了，继续消耗。面具，嗯嗯，很有节奏吧，是吧？这小乔这个英雄啊，就这样玩啊，吹大一，是吧？省个什么呢？这捡 CD 反正都捡起来了，炸他几下，直接压残，压残压中路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对吧？我这有闪现，别人能抓住我吗？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有点痛。好，别慌。下路猴子一刀直接秒了，可以，我蹲个草开大招，直接一波一炮打得好，吹吹得好，一技能一的好，什么都好。刚刚是没有大，有大他死了呀，你觉得呢？等面具，嗯哼哼哼哼哼哼，不是很简单吗？是吧？你这个有大的时候先开大招完全没有问题啊，懂我意思吧？开启大招跑起来啊，一技能一根这小脆皮直接倒。好吧。嗯嗯嗯嗯。哎，开个大是不是跟着你这个一技能是不是？讲道理，我闪现啊。他大你大不大？他不大，往后走，别急是吧？一技能稍微消耗一下，往哪丢？往这丢是吧？丢一丢。谁敢过来？马上有人会过来的。这个二技能一吹就好起来了，是吧？一技能又刮到了，看到了，他很痛。再讲道理，他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有没有？那我就直接是不是打这边开个大招，加速，小心猴子，猴子这塞我！啊，一技能啊，人都死了，漂亮，这一手踩，马儿会玩呀。嗯，打中一波了，结束了呀。讲道理，简单轻松。小乔，吃药。敢顶吗？顶，他给了个大，然后呢？这边砍他，你砍他，吹起来，啊，给了个大，往这边走，直接到他脸上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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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给，再见朋友，吹起 ，A A 一技能，再见，嗯，好的，买不到，哎，别急，嗯啊哈哈哈，是吧？起飞一技能，哎，好样的，顶一下一技能，哎，开个大。哎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对不对？敢过来，过来，吹一技能，慢慢打，不慌，是吧？消耗，嗯嗯嗯嗯嗯，帽子一做，游戏就不就结束了吗？敢过来，这一炮漂亮，肯定要挨打的吧？是吧？我们这里瞄谁？瞄这个肉就不就好了吗？他们肯定要打这个肉的吧？打不打这个肉？打这个肉是吧？起飞，大招一技能，直接秒掉。是吧？往这边中中中中中中，又秒掉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
对吧 ？Good， 嗯哼，猛不猛？我的小乔是把这个银针打爆了。嗯，金牌中单理所当然。嗯哼，改吧。嗯嗯，咚咚，哼哼哼哼哼，嗯哼嗯哼哼哼。啊，恭喜这个华裔屋啊，恭喜你中奖了。好，再抽一个这个不需要办卡的，好吧？再抽一个不需要办卡的。嗯，写低速滚子高速球，谢谢你。再抽一个不需要办卡的，是吧？你只用发发弹幕就行了，应该是只用发弹幕吧？啊，是的，你只用发弹幕就行了，好吧？应该关注关注发弹幕，是吧？不喜欢你就抽完奖取关再走，一样。嗯。嗯，我这一把再玩一个银咒，是吧？再体验一首这个上单老夫子。今天这个更新的内容差不多玩遍了。应用英雄啊，我们肯定还是怕阿珂的，阿珂这种切后太烦了。我们把银咒，因为他没有什么自保技能嘛，对吧？我的小乔是不是很强？还行还行，帮我选个银针。是吧，银针加强了是可以玩的。我这个是走的这个移速流，是吧？必须有移速，这样跑的才更加欢乐。他现在二技能加的东西加太多了，就二技能提升挺多的。我们来看一遍，看一遍，看一遍，是吧？首先是他这个，这个被动技能就是普通攻击射程加强了，然后二技能移动速度加了0.5%，但是他每级的成长砍了一刀，好吧？但我感觉好像跑的挺快的吧？15级的话是多少？15级0.75%。7.5%，刚好10%，这是多少？15级的话，3%乘以这个等于4.5，那不是跑得慢了吗？哦，护盾，哦，抱歉，护盾这个啊，是吧？那跑的还是难怪是那么快，是吧？我这一算，是吧？3×15等于45，45加这个等于7.5，是吧？这个是十，总体来说。总体来说比原来快了2%吧，对吧？就是快了2%，是这个意思吧？0.5减到0.2嘛，这边是1%加到这里嘛，快了多少？快了2.5的移速啊。可以，我懂了。法术加强砍了一小刀，护盾法术加强增强了一刀。哎呦，说的那么明复杂，你就把二技能有二技能的时候就很强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行了，好吧？大招也加强了伤害，就这样。嗯嗯嗯嗯，那我现在这不是欢乐跑吗？这整个峡谷跑得飞起啊。嗯嗯嗯 ，Let's go。嗯，你玩银证一定要会刷，你刷不起来就赢不了，懂我意思吧？你就是一个靠刷的英雄，经济不好永远没有办法打开局面。先不要站中路，他会泡一下，我知道。漏一个兵。我这刷的也太快了吧。别打了，墨子过来了，我可能会吃这一炮。啊，他这边把别人单杀了，他居然能单杀狂铁。好的，上路是个废铜烂铁，我满足了。
扛盾，效率刷兵。吃口药，讲道理，冷静缩减些，骚扰他。没有打起来啊，这花木兰是辅助啊。这花木兰辅助去抓上路吧，抓上路，抓上路，下路死了。好，他又死了，一技能减到速了，再见了。 A 他不见了。哎，这不是清热吗？醉了。他炮我没用了呀，现在这个墨子伤害变低了，他原来那一炮很凶的，现在感觉马马虎虎，稍微有点痛，把我盾打掉了，没什么作用。给大招压制吗？反野怪我觉得没有问题啊。稍微走一下位，别急，这红可以反，不反吗？为什么呢？这怕什么呢？你给我一个怕的理由，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自信？我哭了。你顶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啊？顶顶够了没？回家吧。别急。你去带中路，保证自己经济一定不要落后，每一波中路兵线都得吃到，然后就包赢了。然后大招不要瞎甩，这个大招丢的有想法一点，你不要总是见到人你就开始丢大招，你要丢一个封走位的大招，懂我意思吧？你就这种时候，你对中路丢大没有任何意义。咱们去上路帮助推塔就行了。我们现在跑得飞快，是吧？跑得快，你就要利用你跑得快的优势多做事情。然后你看，是吧？我的兵线在这儿，所以他的兵线也到这儿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怎么看人家兵线啊？你就看自己家兵线。你看一下自己家兵线到哪，那对面的兵线差不多也就到哪了，好吧？就这么个道理。做回响是吧，这跑得更快了。继续刷。好，现在是有炮车了，然后你中路没有任何人出来，你一定要小心了，这波你倒了中路塔就没了。好，你看到没，上路打野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上路打野出来了，你再放心的清兵啊，清兵就很快，懂意思吧？好，吃药。这个时候，奈可露露肯定是想来抓中路的，咱们蹲在草里面稍微蹲一下。好，他不知道我在这儿，我们打野不在，是吧？上路四个人完了，这一波可能要有点小炸了，人有点多，花木兰肯定要倒的。这里他在黏着别人一直在输出，我这边给个大招，这个位置不错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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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哒啊！我真的是有点难受。好，买面具。他不会开船想过来撞我们吧？没有 ，OK。好，这里差不多这个位置，直接扫大招，就这个位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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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对吧？是不是让强力的中单拿一手蓝 buff 呀？OK。你看到没？我现在这个伤害很稳了呀。跪求一死。我们需要那么多蓝吗？不需要。打他！你这不是
这不是，快点回家。哎，买装备，面具做起来，再去中路刷。稍微留一点蓝，稍微留点蓝。好，这里想打吗？给了个大，没有意义啊。下路再纠缠在一起，不管他们。打不起来，继续回中路，是不是？掌握好自己的这个刷钱节奏，千万不要被影响了。每一波中路线吃到，你就很稳。我们这么快的刷线英雄，你不刷中路到处跑不好，刷完中路再跑很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边给了一炮大招，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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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我！哎，很好，哎，给了个大招，我起飞了，我死了，给了个船，哎呦，我，好的，我为了杀那个人把自己害死了，尴尬，也行吧，把面具做出来，就这样，好，恭喜这个，马老 C 没吃过鸡啊，是，啊，这也退卡，这是发弹幕就能中的好吗？你不要逗了，兄弟，这是发弹幕就能中的，这跟办卡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怎么下不来了？但是我这个角度很好，哎，很好，也没什么用，有点尴尬。不慌，面具有了，看我的经济4900。我觉得可以把主宰拿了。真的，他们反应不过来的，快点，兄弟！太让我心寒了。你这不必须开大清兵，两个人都在这旁边，你该开大清就该开，就开大清，不要省，好吗？给了个大招，啊，应该是要倒了，你不可能一打二吧？好，我们回中路，继续带自己的兵线，下路应该在打，主宰没了，给。主宰没了，中路小心，他们应该去抓下路了吧，应该是抓下路，程咬金，程咬金可能要倒了，两个大招打到脸上，这一波他有没有大，给个一技能，给个大招，我来救你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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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，是不是啊，你以为我搭不到你，是不是，这个闪现很完美呀， shut down， 舒服了，别慌，是吧，一切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你只要保证你的经济在你全队的前三名，你这个伤害就不会落下，懂我意思吧，直接大招，好的，再见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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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技能扫他 A 下一个 A 两下啊，起飞了，加个盾，哎，救我，咚，我跑得飞快，我跑，哎，很快 OK， 回头，哎哈啊，他知道我要回头，看来青日还是比较了解我呀。我哭了，我想回头帮个忙，把自己帮死了。我不应该回头的呀，我想回头丢个一技能，我应该等他一二技能全部丢完了后我再回头的，可恶。你看我跑得快不快，是吧，濒临死亡的我开个二技能，这个小短腿都震起来了。这他们都敢打，这个角度你敢信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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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呀呵，吃口药是吧，往他脸上冲了起来，你敢信，我伤害猛不猛，这给我个蓝 buff 我直接起飞了呀。
好，腿中漂亮，这不来手虚无法杖，我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我身上有蓝 buff， 我直接起飞了呀。你真的是不知道我身上有蓝 buff 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，这个大招好的飞快，几秒一个啊，我就不停的扫不停的扫，扫到他们一愣一愣好吗？好，这里别怕，他应该是死不掉的吧，这个角度很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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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像没什么作用，有点尴尬。你不会有闪现吧？给个大招呀，配合一下呀！我跳反手大，气不气？人呢？有没打？打他这一炮你打得到？这不要死了？我这个平 A 怎么这么痛啊？可以，我 A 他一下都要上天了呀！谁敢接我一大？你敢吗？过来接个大！我就这个角度，厉不厉害？通不通？这么肉的吗？没事，等一手法穿，沉默他，别急。这里很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闪现，我们需要蹲在草里面，让他们假装我不在，假装我不在，别急。好，这个时候往这边走，讲道理怎么玩，一手一技能撒下去，直接大招就这个角度，好、哦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，这个射手都不管我的吗？看着别人闪现进来，太真实了吧。帮都不帮一下，一技能都不给一波，我 A 他个鬼，他有明刀的，你没看到那个明刀不停的在出来吗？我 A 他干嘛？ A 他死得更早，你刚才看他残血了，残血了、非要把我切、哦、我真的是醉了，为什么非要我去死呢？他有明刀的呀。你以为他为什么不死？一秒钟明刀，我站着 A 一下，我死得更早。气死了！来，我们竞猜一波，好吧？我要发起竞猜，有多少人非要跟我降一波？A 一下，他死了。A。能改变结局吗？能。不能。提交审核。来吧。一分钟。算了，不搞竞猜，我直接看录像吧，不然好麻烦。我看录像。傻子主播。好，你看这一波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狂铁怎么切我的啊？不是，不是这一波。就这一波啊，不是，就这一波，是不是狂铁到我脸上没有人管我，对不对？这个DNG你看没，他跟我擦肩而过，他就这样早放弃我，放弃团队的核心灵魂人物，这个什么 MVP 这个标志，他直接不理我，往我前面走，是不是？给了个大招，我的队友终于反应过来，给了一个结束，但这个DNG这个大招他不丢，对不对？他有大招，你看到没，这个绿色的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不停的是不是你看到没，他是明刀，是不是我 A 他有用吗？他的明刀已经出发了，我 A 他有用吗？是不是他明刀在手上，我 A 他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他一技能都回输血了，朋友们，不要降，
还降不降？下一把。你错了没？错了没？是不是刚才让我 A 一下的同学是不是羞愧的低下了头？错了没？好好说话。好，这一波老夫子 OK。 不我想一下，我要把这个老夫子选一首。把名刀效果说一下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哇，你看我说的这么快，你都要应该说我错了呀，真的是的。你怎么能不相信大仙哥哥呢？是不是大仙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说了 A 一下死不了，死不了。我错了，下次还敢。我醉了。东方一出现，圣诞老人是的呀，是选的圣诞老人呀。我胜率是有点低。A 一下有血性，我那一 A 不能贯穿名刀，好吗？直打他的心脏，很难，兄弟。看到没 ？A 一下还要抬手的，绝逼死得快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同学懂了呀。暗影战斧加冰心，好吧，暗影战斧加冰心，无敌起来，小老哥。那老夫子猛起来一把好吗？问题是你不 A 也是死，为什么不 A？你 A 不 A 都是死，对吧？I will kill you。其实我应该走下路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要打啊？是不是要打？我错了。真痛！我真的是个弟弟，这都打不过。我每一级一级对拼，我原来老夫子一级对拼都是打的赢别人的呀，太可怕了吧，兄弟，真难受。这个都打不过，
这哥们打真伤的呀，更可怕了。哎，你换一个，换刚才那个人来跟我打。他为什么要离我远去？这这哎呦，帮不了什么忙啊。人的前期一点伤害都没有呀，环绕一圈直接送死可以的，这个哥们有梦想。哎，没死哦，还是死了，笑死我了。打不打得过他呀？哎，还可以呀、啊，我这个二技能好得好快啊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我这二技能因为减了那个两秒 CD 后，你发现这个攻速起来对着敲的二技能又好了。这个二技能挡伤害挡的挺多的，这个二技能是挡多少伤害啊？减少54%的伤害，很猛。固定八秒，把减 CD 做出来，感觉后面如果对这个人不停的敲三秒一个二技能吧，三四秒。应该是有了三四秒一个二技能，但是这边有庄周还是蛮讨厌的。我来抓人了，脑壳有点头。哎，我真的是拉他干嘛呀？我拉他干嘛呀？啊？我怎么又节奏不对啊？我这个二技能开早一点，我总在想着挡，总在想着，因为原来二技能你需要开到关键点去挡伤害，后来我发现这个二技能好像直接按就行了呀。我怂了，我就应该直接按。我之前玩这个老夫子，我二技能一般都会去卡他关键伤害，后来完全不用了，你二技能直接好了，直接按就完事儿了。可以，我突然悟到了，攒一下格子。啊，这个减速减的太多了吧？他一手冰心，我还真的有点难打呀。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对着冰心啊？我也起手冰心，但我起手冰心没用啊，他不怕护甲。哦，但他减他攻速，哎，他减我攻速，我敲被动出来好麻烦，有点脑壳疼。给大给大，直接给大！哦，他没大。哟，被捡的不行。
我懂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把冰心一做，末世一做，我感觉我有这三件套，我直接起飞了，好吧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我感觉到了，你感觉到了没有？谢谢瑞哥，谢谢你，哎，我真的感觉到了呀，这不是有了吗？我真的是，等一下捡 CD 起来，一层末世起飞了呀，我。你等我三件套好吗？请求集合，我来抓人了。啊，先末世真的很地理好吧？讲道理，我上一把先末世被别人按在地上打，先冰心朋友，冰心，冰心没有错的，冰心，你信我。有冰心者得天下，懂否？哎，这个鱼真讨厌，能不要让这个鱼来折磨我，我好烦。技能好的太快了吧，兄弟，我这个二技能疯狂好啊，你感受到了没有？我这个二技能的频率，我真的进场我要直接丢二技能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哎，怎么瞬间没血了？先撤一下，先撤一下，这个真伤有点猛啊，稍微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，主宰没了，我的天哪，气死个人。讲道理，王昭君不在，王昭君在，随便给个二技能，给个大招，他们崩了。我有点瞎玩了吗？哇，神仙伤害！哎，等一下，我闪现控别人没有意义啊！打我好痛！等一下，我去大到别人，然后他跟大招就好打了呀。这，哎，我等了这么久，我觉得在我的时光里，他那个进化已经过去了两年了呀。两年后，进化还在，他还是忘不了我，好烦啊。啊，真难受！你去资源都被别人在拿，打到脑壳疼。发起进攻，这是机会啊！我来抓人了。等王昭君，我需要大到王昭，我需要大的一个人，然后王昭君跟大招就好了。起飞了，就可以打了呀。讲道理，上路兵线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稍微等一下，哎呀，上路兵线，兄弟，倒了就别打了吧。哎，这个真伤真的讨厌。这怎么玩？
挂了挂了，撤。我绑了他，我也死了呀。真的是难。玩不了，等慢慢开发吧。撩了撩，各位再见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解释的爱企鹅，谢谢你。晚安，晚安。